之前先不要往外发好吗？好，谢谢你们。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不足，还有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所以请你们先帮我们包守秘密。而且你们今天是第一波观众，接下来我们在大剧院还会正式的售票演出，所以今天是给你们的福利，请你们也谢谢。我的两位导演，其实还有一位导演应该在上面，现在他下不来了。对，然后我们导演叫董洁，然后他是我们的总导演，也是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编导老师。很棒，很棒。也是维吾尔族的，对。其实，我们也是想展现一个多元的民族文化，因为，大家想到说去新疆，我们很多都想到只有动脖子啊，或者是扭腰啊这样，但其实我们想说，我们新疆的舞蹈有很多很多的元素，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也想尽可能多展现一些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其实，大家还没有看到我们后半段的篇章里面，除了哈萨克族，我们有赛马，我们有讲爱情，我们还有楼兰古国的呈现，然后也会有秋瓷、飞天，对，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元素吧，对。
小时候的样子。我们所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广场舞的起源应该是从我们新疆开始的。我们每天到下班以后，广场的喇叭就会开始放音乐，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一起跳麦起来鼓。就像我刚才在独白中说，那个麦起来鼓，大家音乐一跳起来，觉得好像所有的新疆人就是会跳舞，那个舞蹈是从身体里迸发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也需要系统的训练。这一次我和董哲老师，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一开始也在想说要找什么样的演员，是不是要找在北京的团体。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民族歌舞团的，或者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这些学生，因为离我们更近，你排练起来更方便。但其实因为我自己从新疆艺术学院出来的，我也说想要说回馈家乡，想要去回馈母校。那包括董哲老师曾经也是新疆艺术学院我的师哥，那我们俩都有这个想法。包括两位老师平时在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又是老师，所以他们就很想说带一些学生出来。那我们就在7月1号的那一天，我们回到了新疆艺术学院，然后也是通过一些筛选，选到了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演员们。那当然他们是演员代表，其实还有很多学生，他们个子小一点的，还有中专的学生。对，很多都是第一次上台，第一次，对，我觉得他们好幸运，第一次上台就上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对，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剧组的年龄差距挺大的。然后中专是3年级的学生，3年级、4年级的学生。其实我们的女孩大部分都是中专3年级、4年级，14、15、16岁。然后呢，大一点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就是父亲扮演者，他已经到27岁，所以他们的跨度。然后是有些感慨和那种触动在里面。其实真的是今年是我来北京整整20年。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建国50周年，在国庆那一天的阅兵式，我在我们新疆方阵的彩车上表演。那一刻我真的是边跳舞边在看我们北京这么好。我们就是觉得离梦想很近，但是又离新疆很远，我们一定要努力走出来。从那一刻我也建立了这个梦想和信心，所以可能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我相信我也做到了。我现在在北京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不希望只是我一个人能够这样看到这个世界。我也希望说，真的是我们新疆有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希望带他们走出来。我不想改变，除了改变他们，但是我只是想带他们先看一看，看到了才会建立梦想。那包括这一次，真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不忘初心。那什么叫初心？初心就是回到你曾经的那个成长的地方，回到你曾经想要的那个梦想去完成它。对，我中间也经历一次改行去做了影视剧演员，但其实舞蹈那个东西一直在身上，一直在长在我身上。然后大家会说，哎，佟佳你跳舞会发光的，当然我需要一个追光哈。但是真的是因为一想起来我很想很想跳舞。那我也跟董哲老师说，我这么多年没跳，你有没有信心来再一次改造我，让我继续回到我小的时候的梦想，能够让我的梦想在最大的舞台上能够有一次展示。当然其实跳的过程中我也慢慢发现，跳舞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的。那我们是做好这场舞蹈剧场，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新疆这帮孩子，才是我真正最想做的事情。那此时此刻可能也许今天演完我再不跳我也会觉得不遗憾，因为我真的是昨天晚上我们在录像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回放，我给董哲老师发了信息，我说我们真棒，我们把他们带出来，我们做到了。
我就在那个小的监视器上在看，然后我就看，我说女的是谁呀、啊？他说呀，这就是你啊！我突然间就觉得特别的恍惚，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以前也老跳舞哈，影视作品里面也会有舞蹈，大家都会说哎呀呀，跳舞好美，但其实只是脸上美。我的肢体动作什么什么其实还是不行的，但今天我觉得董洁老师还有甜甜老师，包括我们还有一位导演在上面，青青老师，他让我学会了舞蹈，学会了用身体语言说话。我相信这个东西未来在我演戏的过程中也会起到更多的忙。对，也许我现在已经身体素质特别好了，我可以拍大戏，可以拍更多的内容。而且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身份的转变，因为不仅是从影视演员变成了舞者，我也从舞者变成了一个制作人。整个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所有的事情，除了编排我不懂以外，但是在一些别的安排的工作上，每个环节的对接我都有了开始新的学习。可能未来我就觉得从此之后什么也不怕，我可以尝试更多的内容。而且确实我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在内容上的争吵，我们也会有一些大家各抒己见的部分，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是也会有更多的默契。我觉得也让我们之间学会了如何去更好的沟通。未来可能就是这一次事件结束之后，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特别的大，尤其是可能让我变得更加的果断，然后也会变得更有的就是领导能力吧。对，然后不再是以前大家看到那个柔弱的丫丫，然后就会奄奄一息这样的丫丫的。可能这一次我觉得可能身份变得更加多重，未来也许有一天我变成了一个影视的一个制作人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次尝试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当然自己的无所不能是因为这么多的人的协助来让我们共同的往前走了一步，每个人都变得好像脑子已经打开了，就是想象力特别大，而且也觉得真的是好像你没有勇敢的往前走一步的时候，永远不知道自己能量有多大。突然间现在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相信小宇宙都已经爆发了。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强大的气场带到国家大剧院，带给更多的观众，让他们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的这份美好。一直在问你们怎么样，你们说很棒，但其实我想知道更会有更多的更就是建设性的意见哈。然后确实我们现在这前面这三段其实还是属于比较质朴的部分，是除了遇见以外，就是尤其是致父亲致母亲还是质朴的。后面很快到了爱情和致远方，马上就开始华丽起来了，但是可惜今天就没有给大家展现出来。包括这次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新疆的一名哈萨克歌手塔斯肯来帮我们会演唱里面的一首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就是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说哎呀呀，我愿意来，我愿意帮你。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不好意思，我说那你看一下演哪一场，他说每一场我们都演。今天他也很想来，但很遗憾的是今天的部分可能我们先暂时还不能向大家展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也真的是邀请大家9号10号能去国家大剧院演。当然我觉得这两场结束对我们来说不是真的结束，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我全新的开始，也是大家全新的开始。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共同的走向更远的未来。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一次我以前吧，我记得我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我突然间2004年考中戏，我就觉得舞蹈演员的生涯一定很短。那个时候我在中国歌舞团，我都已经20多岁了，我说哎呀，我以后肯定跳不动了，我就不跳了吧，我才改行做演员。但这两年尤其是参加了一些大型的晚会多，前段时间我参加那个奋斗吧中华儿女，有一个山冲老师，他都50岁。Thank you.
许久，以为少时记忆会和曾经的舞台一同沉默，但我从未离开家园，因为音乐的瞬间会让肢体无处喜怒悲魂。魂牵梦绕里的孤独色彩，总在日升月落的时间流转中变幻呈现。成长中，每个人总是追逐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梦，向往着远方。长大后，顺着梦的足迹，才发现梦的终点又回到了家乡。记忆中那片熟悉的土地，伴随着岁月的足迹越发清晰。这里有家门口葡萄架下的欢笑，那是我和我的邻居们围坐在一起，伴着美食的满足或者遥望星空的憧憬。还有每一个广场上麦西莱普的舞步交错，那是我们新疆人瞬间被音乐触动的肢体，也是我们幸福语言最好的表达。每一次离家，我都以为自己渐渐会习惯这种离别的场景，但每一次回来，家乡都用最初的热情拥抱我。此刻我站在这里，就是要把我的故乡分享给你。昔日我们在远方茁壮，今日我们在这里成长，你我在今日相聚，过去和未来在此时重逢。猛然间，彼时与此时交叠，才发现远方并不遥远。因为有爱，它始终在我们的心里。